幸运草。哦，好险及时发现。你们后面直接升 key， 还直接合音，那个是很恐怖，但是你们做到的事情，所以你们真的很夸张的厉害。因为你细节都做得非常好。我在听到一半，就是真的快要哭了，流泪。Howie 的第一句出来，我就已经鸡皮疙瘩了。我们三个人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声音特色，这是非常非常难得的，而且是三个人加在一起都好好听，这是很难很难的。你们后面直接升 key， 还直接合音，那个是很恐怖，但是你们做到的事情，所以你们真的很夸张的厉害。哇，宇哲也是我非常非常赞叹的一个人。宇哲唱第一段副歌的时候，就是我最想哭的时候，也让我想到 Billie Eilish。 哇，对啊，天哪，你这个年纪做到这件事情，我真的好生气，就是羡慕到气这样。关注你的